2015彰化跨年晚会闪耀彰化园林好行31日在园林镇184公顷公16预定地热闹举行，由彰化县长魏明谷与园林镇长张景坤到现场与大家同乐，共同迎接2015年。晚会在时下最受欢迎与实力歌手接力演唱下，吸引了超过8万人次的观众涌入观赏，民众一起吃米苔木抽大奖中热闹迎接新的一年。300年来我们彰化的祖先前贤留下很多的历史的文物、建筑、古庙、工艺、雕刻、民俗，所以民谷在这里欢迎全国的乡亲父老，大家扶老携幼来彰化旅游。民谷也借这个机会祝福大家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，未来的一年大家洋洋得意，过好年。谢谢，感谢到咱今日啊来到现场这观众朋友啊，哇，听讲啊80000外人啊，今年啊用恭喜羊年啊，祝大家啊洋洋得意，羊年如意，也祝大家羊年心想事成，万事顺利，新年快乐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晚会还邀请到金曲歌王翁立友带来动人演唱，铁肺王子杨培安高歌演出，另外还有炎亚纶、谢佩恩等人轮番上场表演，让现场上万的民众嗨翻天。倒数跨年时更是达到活动最高潮，不但民众互道新年快乐，也同时释放起璀璨烟火庆祝新一年的到来。公益频道许维珍、园林采访报道。